光真的输了点啊，强烈的看着你呢。你就打算这么走了吗？这有什么不妥吗？啊，有什么不妥的话，你就赶紧告诉我呗，我立马就赶。把这个带上。啊，还是夫君想的周到。你说我一个良家妇女，怎么能在街上抛头露面呢？对不对？对，我走了。此行注意安全。夫君，我们走了。